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。小哈喽，哎呀，开心了啊！好了，毛太长了，帮你去剪毛毛去了，好不好？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铲屎官杨哥。大家都看到小哈喽身上的毛已经一塌糊涂了，今天我们来帮他整理一下，给他弄得美美的，把他的毛给剃短一点啊，太长了。哎呀哈喽啊，你已经变成什么了啊？啊，跟外面流浪狗一样嘞。嗯，对不住了，对不住了，过年前忙，现在今天帮你收拾一下，打扮的漂亮点，好不好？ Tomorrow， 你们看看小哈喽啊，前面我在忙，然后没空帮他弄，他就一直盯着我。嗯，他想你快点帮我弄啊，快点帮我弄啊。给你们先看两段我前面在忙的时候小哈喽的片段。你在干嘛？我在干活啊，你看看啊，我在洗狗啊，洗完狗再给你弄好不好？昨天太忙了，给你弄一半生气了是吧？今天把这个弄好就给你弄了啊，不急啊，乖，去玩去吧，先去玩去，快去。哎呀，我要干活的啦，要赚钱的才能养你啊，好不好？我把它弄好，还有一会儿火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，一会儿火就好了啊，乖，去玩去，自己去玩去。本来昨天要给它 弄完的，后来忙了就给它放了，就弄了一半。现在我们继续给它先洗澡。Hello， 洗澡着了啊，你臭臭，你太脏嘞。洗洗干净，洗个两遍，好吧？嗯，已经帮他洗好澡，身上全部弄好，现在准备给他修头，帮哈喽剪一个清爽的造型啊，给他。哈喽啊，你说今天帮你修毛这个费用谁出啊？啊，100多块钱嘞，嗯。哈喽曾经也是一名流浪狗啊，然后被好心人救助以后就一直在我们这，现在就变成我们的狗了。给它剪的稍许短一点，这样看上去就精神一点，就没有那么邋遢了。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，3 2 2 1 1，当当当当，看看小哈喽也是小美女一个，特别可爱，特别漂亮，是不是呢？看看小哈喽出来，开心喽，开心喽，弄好了，开心喽。哈喽哈喽，没有撤退可言。毛毛剪完了，它也舒服了。Hello， 来来，嗯，好好好，舒服多了啊，乖乖乖，好看了，漂亮了啊，嗯，走吧。看到小哈喽那么开心的样子，真让人高兴啊。好了，那我们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有喜欢的，请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、收藏。拜拜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